第36题，小云用焦距10公分的凸透镜看一朵花，会看到如图的像，请问物体与透镜的距离最可能为多少？我们看到图上式上面显示的是一个正立放大像，凸透镜要成为一个正立放大像，东西的必须要小于我们的焦距，也就是要小于10公分，所以物体的距离与透镜的距离要小于10公分。所以我们第36题问说，请问物体与透镜的距离最可能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5公分。